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啦，叫你 simplify the following algebraic fraction，OK？、Okay? 咁就系 a 嘅二次再减四 b 二次啦，再 over 翻 a 减二 b，OK？、Okay? 好，咁就事不宜迟，攞张单子出嚟先讲啦。咁啊，由于时间关系，科技都先进噶啦，咁啊，咁啊就系咧，成条题目出翻晒嚟，咁啊，大家唔使期期嘅真心，可以望住嚟做啦，咁啊悭啲时间啦，非常方便啊。嗱，冇慢慢嚟，抄下题目先。咁啊，呢度咧就系 A 嘅二次啦，就再减四 B 嘅二次，就再 over 翻就系 A 再减二 B。好啦，咁啊呢撇嘢咧，如果你俾我做咧，我就留意到个分子啊，即系上面呢度黄色嘅部分。OK， 咁我就即刻联想起咧，其实咧我会将佢变成为乜嘢咧？咁就会系我转翻支笔先啦，就会转佢为 A 嘅二次，就再减嗱四啊，即系 square number 啦，咁就系二乘二系嘛，二二如四啊嘛，咁所以就系二或者简单啲讲咧，你可以写为二 B 乘嘅二次。咁啊，二 B 乘嘅二次咪就系二 B 乘二 B， 咁啊出二如四 ，B 乘 B 就系 B 二次啦，就系四 B 二次。咁记住落括弧啊，唔落括弧咧就出事噶啦。咁你唔落括弧，你谂下，幻想一下就系二 B 嘅二次嚟嘅，系嘛？你而家系四 B 二次啊，所以你要落括弧噶。OK， 得唔得？好啦，就会再 over 翻。好啦，下边我冇喐过噶啦，咁啊照抄嘅啫，就系 A 减。二 B， 咁啊黄色部分我就系咁样转啦。嗱，点解啊 Mr. Wong 无啦啦你咁样将个黄色部分转咗做四 B 二次好地地？点解呢嚿嘢你要转做成嚿嘢二 B 嘅二次啊？嗱，原因就系我我唔知道你对啲公式敏唔敏感啊，对啲恒等式 identity 啊。嗱，以下呢三条俾埋你啦 ，OK？ 咁我摆喺上面啦 ，OK？ 咁啊，当个碌屎咁俾你哋睇啦。咁其實咧，我留意到咧，黃色呢個部分咧，正正咪就係呢三條嘅 identity 恆等式裏邊嘅第三條咯。嗱，或者事先將人話聲啦，我就用第三條嘅 ，OK， 就係呢條，就係乜嘢啊？嗱，你會見到咧，一嚿嘢二次減另外一嚿嘢二次咧，就會等於咩啊？或者頭嗰嚿嘢嘅二次減尾嗰嚿嘢二次啦，等於乜嘢咧？就係 A 減 B 乘 A 加 B 係嘛？即係A 減 B 再乘 A 加 B 就會等於 A 二次減 B 二次啦，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呢嚿嘢咧，其實我自己會睇到啦。咁呢度所謂嘅 A 二次嘅 A 其實咪都係 A 啦，係嘛？咁啊所謂 B 二次嘅 B 其實就係、是、今次就係二 B 嗱，你睇清楚喎 ，OK？ 咁所以喺呢度咧，我哋用翻條 identity 恆等式啦，呢度就會出就係 A 減二 B 就再乘以 A 加二 B。好啦，咁就再 over 翻下边，就会系 A 减二 B。咁当然啦，咁啊俾翻个黄色蟹咧，你等你温书嘅时候醒神啲啦。好啦，咁而事实上下边啦，咁啊同上边咧都有啲嘢可以约嘅。咁我会发现咧呢度上边有个 A 减二 B， 而下边亦都有个 A 减二 B。咁我哋不如就成个约咗佢啦 ，A 减二 B。A 減 2B 就成個約走佢啦，咁所以約完之後剩翻上面就係呢個位變一，咁啊當然呢個位亦都係變一啦，咁所以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啦，而家終極答案都呼之欲出噶啦，咁就上邊同上邊乘啦，就係一乘以 A 加 2B， 咁啊下邊除一即係唔使除啦，咁所以終極答案都出噶啦，就會係等於就係A 加 2B。好，咁就成件事搞掂，或者我唔好咁贪心啦，将佢移落去中间写啦 ,ok, 靓啲啦。好，成件事搞掂，咁就 check 一 check,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啦噃。如果冇嘅话呢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㗎啦 ,ok, 好，咁就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啊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我哋再见啦，拜拜。